看见到山崩大声惊呼，土石崩落的瞬间发出轰隆巨响，扬起的大量沙尘宛如末日来临，将下方溪谷瞬间吞噬。连经验丰富的导游都知道不妙。完蛋了！害人场景发生在泰鲁阁国家公园中，游客众多的沙卡当步道，有导游一早带着游客来到景点观光，没想到突如其来的大地震，掉下的碎石不但把步道淹没，连沙卡当隧道口都被土石阻挡。 风起来了，我的客人还在里面，两个客人在里面。语气中全是担心。沙卡当步道全长大约4.1公里，步道沿着山壁而建，入口就位于沙卡当隧道旁的阶梯，也是这次山崩的地点。据了解，当地通讯暂时中断，目前已经有搜救人员进入搜索。也搜救人员已经进去，但是到现在完全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像这次这样大面积的坍方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要不就几个落石而已。不要再过界，大哥。 出游不幸遇上大地震，只能寄望搜救队伍传出好消息。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尹彤，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